before the 2019, I shipping to the Vladivostok. 下自由了。This Monday, right? 下自由了。So, 大家好，大胖，现在8:30了，起床啊，兄弟们。1060块的房啊，这个是内窗的。啊，这里一个洗手间，退房了。昨天坐六个小时的绿皮车刚到这边，现在又要赶回上海这边啊，待两个晚上啊，直接再回临沂啊，买不到票啊，不好买，已经提前买好去临沂到枣庄西中转的票啊，10个半小时啊。我今天的我退了，网上退了，美女。我今天的我退了。你现在要退房是吗？但是我今天晚上我已经订了，网上我申请退款了。嗯，这两个晚上呢申请退款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晚上不住了，吃的不啊？前机场的这个米饭屋吃饭的啊，没开门啊，好像这是火车站啊。再见你们，这个手擀面，白天的箱子啊，菜煎饼啊，那个煎饼店呢、啊、对于我这种不喜欢吃面食的人来说，来山东有些地方是种煎熬啊。对面是银座，这是火车站，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早餐吃啊，直接去高铁站吃早餐。兄弟们，我们东西还是很多呀，要来一个车，兄弟们。好，你好师傅。好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。吉哥刚刚上飞机了啊，很多东站啊，然后这里有吃的啊，山东名吃啊，水饺面条啊，盖饭啊，这个啊，实力雄厚，必须套餐最贵的啊，不单点啊。今天又是星期四啊，美滋滋的一天啊，平台又发工资了，必须吃个套餐，兄弟们，是吧？这个是昨天的啊，好了，喝了算了，当地特产，泡的茶，辣椒酱。好、啊、就这样，给我要吃你米饭啊，汤菜啊，这个五香肉丝，芝麻辣椒搞里头。今天礼拜四，丝毫不要慌，兄弟们，吃起来还上了芝麻。现在5点钟了，在这里啊，5点钟了，杰哥说5:30到酒店啊，约了客户啊，时间很赶呐、啊，一路赶过来的，没有停。我现在叫了一个车啊，这里了啊，到那个洲际酒店了，啊，我们在这边，右转是吧？嗯，好，啊，约了外宾呢，我现在去换个衣服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在厕所里换个衣服啊，等下去奔驰中心了吃饭。哎，好行李了，等几个他们。好，谢谢。5星级酒店，该说不说，真的服务到位。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喝水啊，车来了还跟我开车门呀，太到位了，兄弟们。我吉哥在等我，今天晚上日本料理啊，去那个万岛啊，到这里吃饭，今天晚上。几个呢？直接进来啊！今晚这里吃饭，兄弟们，几个上来了啊？根据可以啊。住的兄弟们，在他们那吃饭啊，因为黄浦江，就是黄浦江，好像黄浦江。你要是免费的，随便拿的，好像。对，可以拿的。随便拿，这是青岛的饮料。你去拿，美女。我也在看，没事。啊、拿两瓶这个，普罗纳。拿一个，这个。螃蟹，羊排。下自由了。下自由了。谢谢。Before the 2019, I shipping to the Vladivostok。自助餐600块一个人啊。
我感觉我今天战斗力不行了。这什么？草莓的。世博园的中国馆啊。跟我吉哥回酒店了，吉哥，让他们 no see。哎，走了。我跟我吉哥看到王哲林一下车，我看出来了，高高的 CBA 的明星呐、啊，是王哲林吧？是吧？看到王哲林了，吉哥。今天在浦东机场这边开了一个房啊，92米啊，就一个小床啊，那个洗手间，92块啊，我在网上订的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大胖。刚才跟我几个吃完饭聊了一会儿，我送他去机场那个酒店，我自己在附近也订了一个酒店，是吧？结果没想到这么远，啊，几个已经回酒店了，他明天下午5点的飞机回莫斯科啊，回俄罗斯了。这一次之所以要来见吉哥呢，不像你们说的，我说哎呀什么，第一，我上次在老挝跟我吉哥求了一个护身符啊，然后他上个月结婚了啊，双喜临门，这是第一个，我要过来亲自把我求的符要交给他。第二个，吉哥以前帮过我，尤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过我，当然最近也进来很多大哥啊，认可我的支持我的啊，最近陆续进来很多大哥，进的就不说了吧，我们就说是软的，不能别人怎么说我啊，四方也好八方也好怎么怎么样的，现实生活中跟我接触比较多的，同时我几个大哥跟莲塘路那些人也接触比较多的，也知道他们，但是我几个支持我比较久的大哥依然在我身边，华哥啊，私下里我们见过很多次面了啊，吃过饭，还在我身边。我吉哥1年半了，去年的5月份从 B 站认识我的，支持我线下见面，见了很多次吃饭啊，依然在我身边，多的我就不说了，大哥们还在。这次呢，我能够一直走到今天，坚持到今天的动力吧。这么说吧，我内心来讲，我很想请帮助过我的啊大哥们吃一顿好的，吃个饭，但是我现在每个月，上个月我还了几 K 实力。第一个律师那里，我之前工厂里面的我每个月在还，是吧？我在尽力，我在尽我努力，我在坚持，我不知道我能坚持到哪一天，反正我尽量坚持吧。我也怕我哪天我坚持不住了，只能说尽努力坚持吧。不说了吧，不了解你的人，不懂你的总是吧，总是不相信你，没必要，做我自己的吧。昨天我吉哥来我直播间说了，你来不来？我说我来，你叫我去哪里我都去啊。吉哥就买了一个高铁票，我就自己过来了，我也没有麻烦大哥，我自己就订，在网上订的这个，本来订这个酒店我自己订的，不需要大哥给我订。我就想说跟吉哥见个面，好久没见了嘛，朋友之间一样的，吃个饭呢、啊、聊聊天啊。啊，明天我就坐绿皮火车回山东了，10几个小时啊，买的硬座，先去枣庄，到枣庄都凌晨2点半了，是吧？尽量坚持吧，出门在外开销也大啊，我就觉得能省就省，能够坚持下去，争取拍一些你们喜欢看的好的视频，优质的视频给大家。就这样吧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休息了，明天要坐车，感谢啊，感谢你们，感谢。